老板，我要退货。你们家的榴莲壳为什么是硬的？先生，这榴莲壳不都是硬的吗？我不管，你家榴莲，我跪着不舒服。怕怕老婆，你们谁说的？哎，兄弟，老婆是用来疼的，不是用来怕的。走，兄弟，帮你把厂子找回来。好帅呀，你！你确定吗？我老婆很恐怖的。可以啊，你还学会找帮手了，长本事啦！我哪敢啊，老婆，我这不是自己跪寂寞，找个人陪我跪吗？这榴莲你还退吗？不退了，不退了，他这不是用着挺好的，送给他了。退，必须退，不退我跟你没完。欢迎下次光临啊！你这张脸装胖子，还要跪着，啥呀？师东，我可以退货吗？别呀你，我想换成其他的水果。那问题不大，你随便挑。Just you know why。 不好意思。没事。啥？就牵手了？就这个吗？嗯，你说你东西这么多，我让康康给你送过去吧，留个电话。这也不多呀。啊，好吧，我的电话是133。133。听清楚了吗？记住了。来，我使劲儿。难道还要我去送啊？这你都不懂？他给钱了吗？哎，同学。莫名我就喜欢你，深深的爱上了你。你忘给钱了？哎呦我的妈！退货。咋的了？这水果不挺好的吗？我每天都给我喜欢的人送水果，他今天告诉我他有女朋友了，那我还送什么水果啊？退货。哎，等会儿。你喜欢啥样的咱这都有。温柔学长百搭白色衬衫最温柔，是你初恋的味道吗？学妹，等一会儿放学一起去图书馆。不过你确定要跟我一起研究这个吗？我们还有呢。阳光小奶狗，毫无攻击性的日系粉色格子衬衫，灿烂笑容的邻家小弟，你喜欢吗？但是你的手毛也太长了吧。还有潮帅型男，伪装复古一次风牛仔外套，搞范十足酷帅机车男，你可吗？哇，走啊，带你去兜风。不过你这自行车有点过分了吧。走美女，你到底喜欢啥样的呀？其实我想要的很简单，每天给我买3斤车厘子就可以了。啊？对的吧？你们还有吗？没有，给我看看呗。没有了。我天天在你家买水果，谢谢啊，拜拜。